夏太监，我大哥这两天肚子不舒服，现在已经起不了床了。听说明天就要枪毙这女犯人，所以我大哥怕接人国劫狱，就让我把这女犯人给送您这儿来。大妹，打什么？ 不行！哎，石队长，哎呀，哎呀，钟总阁下，请恕太师心。 不懈在身，不能全力了。我是专门来看你的病的，还给你带了一些药。把药喝了，身体就痊愈了。谢谢钟总阁下呀，这个药有那么灵吗？你忘了我是学医的吗？不过如果你得的是心病，那就难说了。哎呀，不是心病啊，是老毛病啊。 哎，我这个老毛病犯的也忒不是时候了。这个案子已经传到天津，英国的报社也派了记者来采访。我不愿意让那些西洋人攻击皇军不遵守法律，既然是百姓犯罪，就交给警方队来羁押吧。哎呀，钟总阁下呀，明天就要执行枪决了。 我觉着吧，吉正国不会按兵不动的，可是我这个肚子也忒不争气了。我是怕万一有啥闪失，我会辜负了钟总阁下对我的知遇之恩呐。我们保持电话联系吧。你怕有闪失，我害怕吉正国不来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一次万无一失。 抓了，还不是你们小日本造的孽！抓他的不是日本宪兵队，而是唐山警方队，还不是一路货呀！我不想跟你斗嘴，你想不想见见他？当然了，我有办法，我可以带你去见他。真的？相信我。 我和你去唐山。上，大师哥，咋办？别慌，见机行事。 下车！下车！咦，这是个啥人呢？他们是打哪个国家来的？哎，英雄，你们是什么人呢？俺们是五甲屯抗日自卫军。 你们是啥人？哎，英雄，英国人，大英国的记者，洋人。哎，听说过，没见过，呵呵，开洋荤了啊！哎，这个人怎么愁着眼熟啊？哎，英雄，你看，抗日咱就打小日本就行了，你来英国人做啥呀？ 帮忙把车抬出来，我给你点钱儿。不对，帮洋人，那就是汉奸啊！不能放你们走，收！我。
这个，司令没有武器。好啊！啊，你们和小鬼子是一伙的，把他们给我捆起来！别误会，别误会，听我说。在小日本的地盘，那我们就得用他们通行证啊。啥证？通行证。通行证？哎，红安不识字儿，对不？这是通行证，但这个玩意儿俺是认识的啊。这膏药器俺是认识的，这膏药器摆在这儿，他不是汉奸，他就是小鬼子。英雄，误会呀。带刀、啊、你们误会。哎，他们是英国人。啊，英雄，我们真的不是汉奸。不是你们的小妖精。快请接大哥。哎，英雄，哪位接大哥？接大哥是谁你都不知道啊？杰振国我知道，他在你们这儿。杰大哥，这位英雄，我还以为是活人呢，原来是泥做的。我跟你说。啊，杰大哥他是白不信下凡，专克鬼子，知道不？你们几个当着杰大哥的神像发个誓，到底是汉奸不？这位英雄，你没有领过良民证吗？这个样啊，中国话说的也忒好了。领过咋的了？那不是没办法吗？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日本人没有逼你们家挂过太阳旗吗？挂过，那不是被逼的。我们大家都是没有办法，所以就不要互相难为了。看你们几个还不像是汉奸。行，俺就相信俺这一次的判断，把他们给我松绑了。谢谢。让我帮你们的忙也中。他们洋人不是有钱吗？啊，捐俺们两条枪，俺们就放人。那个没有问题，等我们办完了事情就捐给你们。办完了事以后。那你让俺怎么相信你呢？啊，这样吧，给俺留下一个人来。哎，那不行，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你怎么说，那你让俺怎么相信你呢？那不这样吧，留下东西也行，刚才交货的东西呢？行，把这两个东西留下来也中。这样吧，把这个留下，另外一个你还给我，这个也是很值钱的，怎么样？这位英雄，洋人说话算数。我们还要麻烦你们一下，把我们的车弄上来，我怕时间长了以后日本人会发现了，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啊，这回可能已经抬上来了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这玩意好玩啊。想着啊，拿枪来换你们这洋家伙事儿。哎，英雄放心，我们肯定来。上车吧。你们是哪部分的？
俺们是吴家屯抗日自卫队，你们是啥人？自己人，自己人。我们是工人特务大队的。把白袖标带上，快快快快！别带错。白袖标，白袖标，嘛事儿？把车歪去了。哎，这是写的嘛？工人特务大队。老哥啊，这边嘛情况？来啊，本来想是给小鬼子打个埋伏，没想到啊，遇上两个英国人。英国人？哎，都给我下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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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都没好人，英国人他也不是好人，都不是好人。哎呀，那英雄是英国人呐！啊，是。俺大哥说了，这英国人他也不是好人。老哥，这几个人就交给我吧。行，大哥，好好的收拾他们。你就放心吧。哦，你见到杰大队长，提俺问个好啊。啊。哎，一会儿哎，我们巡完逻，我们一块儿喝酒。哎，要不一块儿去吧？俺就不高攀了，替俺问个好就行了。那这么着，哪天咱有空单喝。走，走吧，走，我带走，带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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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摩托车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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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告辞，再见，告辞，告辞，再见。李团长阁下，刚刚收到英国《泰晤士报》驻天津记者站的电报，他们说有两个记者想要采访将军。什么内容？有关攻陷南京时所发生的那些事情。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为什么还要纠缠这些？据他们说，有几个幸存者辗转逃亡到了欧洲，在那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，讲述了当时的情况。英国民众想要知道当时在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让他们来，我告诉他们。那么采访安排在什么时候？他们什么时候到？据说两个记者已经在路上了，应该今晚就到。那好吧，明天早晨我接受他们的采访。哎呀，这样吧，这洋人和这大小姐一人一千美金，不多吧？看看人洋人，还是懂事儿。你们商量商量，赶紧把钱拿来吧。钱不是问题。问题是，我天津的朋友如何知道我需要这笔钱？怎么样把这笔钱送过来？这事儿好办呐！这样吧，你们俩回去拿钱去。用不了这么多人，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。这洋人看来真有钱呐，这一件看少了啊？那咋整啊？好整啊，给他来个钝刀子拉肉，等洋人把钱拿来，咱找个理由把这钱扣下，再敲他一笔回头。等那羊毛子一回来，咱马上转业。转哪儿去？转哪儿去？行了，别删了，带上。哎，转哪儿去？现在这趋势还看不出来吗？忠义救国军在唐山的势力比较弱，八路军又不许绑票，这次咱又假扮八路，等于咱把八路得罪了。哎呀，咱得上日本人地盘转唐山。哎，三爷，那咱们这袖标应该带啥色儿的？
这也问我？俩色棍儿，一到色上就色盲了是吧？不是，三爷，这我们不认识字儿，你又不是知道啊，这防蒙。叫你的口诀呢？口诀记着呢。来来，叫。白底蓝字是八路。啊，这是知道了，这口这白底蓝字是八路，蓝底白字是郭军。黄底红字小日本，啊，这咱们应该得黄色对吧，三爷？谁呀？先生，啥事儿啊？我想印样东西。这么晚了，明儿再来吧。哎，我出高价。哎哎，四哥，好好看看你们的袖标啊！等一会儿呢，咱们准备往唐山那边撤。遇到日本岗哨了，你们可别弄岔了，知道吧？不会不会。哎，谁？我。我说你咋真快都回来了？钱呢？我的朋友说了，等明天银行一开门，他就把钱回过来。真的？嗯。那还愣着干啥呀？走呗。走。都醒醒，都醒醒，起来转移了。哎哎，醒醒。哎，醒。你的长官有命令。哎，醒醒。醒醒。哎，醒。哦，起来！你们长官有命令，快起来吧！脸都丢人洋人面前了，赶紧起来！生气到鼻子山。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报告少佐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这两天杰真谷很可能来唐山捣乱，要严加防范。表弟，把黄袖表换了。哦，快带黄袖表，带黄色的是吧？对。快点带黄，我们带和平弄错了啊！自己人，哎，我们是夜喜队的，禁卫太君的手下。夜喜队，哼，当我给郑总打个电话。啊，自己人。啊，八路。同志们冲啊！不听！别投降！小日本呢？自己人也打，要冲你给爷爷来一百枪，爷爷给你立着。
那帮小子都是地痞流氓，嘿，没几个识字的。我料定啊，他们绑了票以后就会往日本的地盘上跑，所以啊，我就把这袖标给他调了包。嘿，那八路的袖标啊，是我现印的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，他们那帮人是假冒的，丢死人了。吃一堑长一智，咱们都是在战斗中成长吧。哎，啊，没耽误你们事儿吧？啊，那车啊，我已经让他们弄到树林子去了，你们开走吧。谢谢，走了。再见，大哥。以后打仗啊，要多动脑子，可千万不能听风就是雨啊。哎，大姐，刚才那帮家伙是假的，你们是干啥的？告诉你吧，我们呢才是工人特务大队的人马。妈，等会儿，你们是企业大队长的人啊？啊，来，看看，俺给企业大队长说的精神像不？行，那我就先替杰大哥谢谢你了啊。妈，像啊，一点都不像。不过正好替他打个掩护，谢谢你啊。妈，不想。于团长，怎么？记者到了吗？是近卫中佐。告诉他，我没有时间。嘿，近卫中佐，将军现在没有时间，请你另外选个时候。我可以在这里等啊。也许将军不喜欢有人打扰他与记者交流。那我改个时间再来吧。也好，希望那两个记者不那么绕舌。周德阁下，怎么样？太固执了，根本不听劝。那我们，就尽我们的职责就行了。大师哥，前面是精卫。这是我们大英帝国记者的专车，我们享有外交豁免权。这次呢，我们是专门采访小林将军的。这位长官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不妥呢？没有什么不妥，我只希望像你这么漂亮又仁慈的小姐，可以可怜一下我这个残疾人，搭个车。搭车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也要去旅团部。好像旅团部离这儿并不远啊。请你发发善心。哎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うん。爵士不懂日文。そうですね。那我可以用英语跟他交流一下吗？
How are you? So glad to see you. 我们爵士刚从英国回来，在英国的时候呢，耳闻了许多南京受害者的控诉，所以对日本帝国军人还是有些情绪的，请您理解。我完全理解了，我也相信小林将军作为一个亲历者，也可以让爵士改变他的看法。 近卫中佐，我好像说过，我没有时间。这两位外国的记者，好像迷了路，为了表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亲善，所以我亲自把他们带到这来。你随便吧，两位，里边请。请问将军会不会中文？ 怎么办？照常行动。只要小林在手，禁卫就不得不投出机器。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南京のことだそうだが。是的，国际世界非常的关心。这把战刀。 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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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们没关系。你居然能花钱请两个外国人？由你们的旅团长来换我的手下和监狱里的小贩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，给你一分钟的时间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才是真正的杰森果，你的化妆术挺高明的。50秒，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真面目？40秒，这戏法变得不错。你的时间不多了，还有30秒。不过你别忘了，中国有一句话说，山外有山。20秒。作为一个魔术师，你这一次的戏法我并不佩服，不过作为一个军人来说，你这次的胆量我挺服你的。10秒。等了你那么多天，
我终于等到今天可以拆穿你的真面目了，感谢老天爷。时间到。我的答案是不。你就开枪吧，打死你手上的俘虏。别 我是自己同胞，自己同胞啊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刚从北平过来唱戏的，会几句日本话，日本人雇我扮演小林。近卫中佐，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低能吧。李团长，恰恰相反，你雇来的人挺有演戏的天分，我差点都被你们骗了。哼，交给你了。将军放心吧，今天晚上我邀请你一起审讯这一批俘虏。该谢幕了吧。杰建国，你有两个选择，一，马上放下武器投降；二，打死你的同胞以后再被我们俘虏。你敢动一动，他们就开枪打死你。捕まれ。等等，我还有一句话跟金威说。行啊，我倒想听听你的谢幕感言。你到底希望你自己卸下妆，还是我们帮你洗脸？金威，戏法还没演完呢。我的回答也是不。别动，都别动，动我就崩了你。嗨，米娜，乌克库纳，撒开来。警卫，麻烦你跟我到监狱走一趟。警卫，我不想对观众有失斯文，请你让他们走开。我对你们的命令是向轿车开火。不问，开火。中佐，不能开枪。小野俊，把枪放下。李团长，我请求给我一个跟对手同归于尽的机会。我想和你讲个条件。你说吧。你是为了救一个姑娘。对。如果我下令放人呢？将军，请你闭嘴。如果你答应放了那个姑娘，那我也答应放了警卫。不过你别忘了，中国有一句俗话，他躲过了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哼，那好吧，请你放了禁卫中佐，我以军人的荣誉担保，那个姑娘会毫发无损地回到你的身边。一个连南京大屠杀都不敢承认的人，还有什么信誉可言？我靠什么来相信你？那好，我先放人。如果你违背承诺，那么大不了我给禁卫中佐一个玉碎的机会。你们要付出的是100名中国百姓的生命。小野大尉，放人。嗨，米娜，乌克纳，打开！嗨，打开！乌克纳来。你说。
姐，我走了以后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你要好好照顾爹。只有办法，姐，不行，姐，你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听你的，听我的。你要是不走的话，哪里也不走，我们死在一块儿。你想想，姐要是没有办法，怎么能进监狱来看你呢？快，快点，有来人了！快，快点，快！孙副官。科长男的科多大？他就问怎么回事。哦，这俩是双棒。那你，好你我打理他。哪个是犯人？哪个是犯人呢？我。那牙辫子应该是犯人。哟西，好你那我先，俺们西东，车子开，嘿，嘿。人我给你带来了，请敬畏中佐下车。中佐很客气，说要送我们一程。中佐的身体不好，我来代替他。中佐不至于这么弱不禁风吧？连车都坐不了？那么我可不可以陪伴他？好啊，如果你们不觉得挤的话。这样吧，我可以不带武器，我带着这个姑娘跟在你们的车后，直到你们认为安全的地带，我们再做一个交换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好。站住！把手举起来。我想换一个说法，有话就说。
做一个魔术师，我是挺佩服你的。但是作为一个军人，坦白说，你们根本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对手，反抗是没有用的。难道你觉得我说了没道理吗？钟总，作为男人，我也提醒你一句，这老爷们的道理是用拳头打出来的，不是用嘴磨叽出来的。就这儿吧。下车，把这个给我放下。死神，我奔腾有千年的火，是同袍兄弟的情。山河是一支人马的决死沉默，大哥说现在要看我们的狼在父母面马鱼的时刻。失去身体还热，大哥说我们生命不算什么，在敌人也倒下的时刻。是生